喂，大家好啊！唔知大家认唔认得呢个花冧呢？君子兰嘅花冧啊，咁呢就又系讲下心心啦。今日睇咗个直播唔错第一次做战战兢兢，90分以上噶啦，90分以上。咁就有一樣嘢嘅啫，一個 point 啫，一個 point，OK，一個 point 就講到話中國人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，唔 知喺邊度學翻嚟嘅咧？係咪你師傅教你㗎？係咪阿華記師傅教啊？毛主席讲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OK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未听过话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真系未听过，缩头龟缩得咁紧要，唔系嘛？咁呢样嘢查证下啦，或者我见识少，OK？我见识少，咁就但系咁样总体就系嗰个直播呢，就绝对系唔错唔错，90分以上，90分以上继续努力，OK？咁就你嗰啲之前嘅視頻呢，係更加好啦，我覺得。準備好晒啲資料咁樣嚟演繹呢，就會有條理啲啦。OK，咁冇嘢講啦。名師出高徒。OK，臭罂出臭草。唔 知你有冇睇金庸嗰啲小说呢？《射雕英雄传》系嘛？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西毒嘅徒弟最叻就系蛤蟆功，系嘛？另外就《倚天屠龍記》啦，主角就個大俠啦，張無忌係嘛？師傅啊，佢師傅啊，君子劍，惡不群。若練神功，必先自宮係嘛？學《葵花寶典》君子劍係嘛？實際啊，李肅啦，偽君子啦，美國係嘛？偽君子啊，君子劍，OK。咁當然後尾張無忌就得到金毛獅王嘅傳授，就做咗大俠啦，係嘛？OK，講得唔係幾好添，講得唔係幾好，好，下次再傾，拜拜。